欢迎收看姜斯岛频道，我是姜姜。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这个马里奥跟他的城堡。我们来救这个公主，公主你在哪里？我来救你了。哇，这个走得好长。I'm tired。好，我们先往右边看看。哦，前面有那个天空之岛啊，是可以进去的吗？喂，居然进去耶，为什么？哦，爬不上去耶，从这边跳好了。哦，跑太累了啦，这个城堡好大啊。哦，海底世界，我们来传送门一下。哎，为什么进不去？这后面有什么？哎，破土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简直是迷宫啊，是超大的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宝箱吗？哎，这个门怎么不见了？哎，我出来嘞。哎，这通往到哪里？这是地下道吗？还是水管啊？哎，没有路了。咦，怎么走？哦，通往火之国哎！我要打你！可恶，到底怎么走？公主陛下，你在哪里？公主陛下！哦，到了宝藏室哎，这是哪里？下面那个贴图怪怪的。哎，为什么进不去啦？什么烂地方？哦，摔倒了啦。跑超慢的，可以跑快一点吗？哇，这个地图真的好大哦。诶，这是通往哪里？地下道吗？喂，断音哦。诶，斜坡诶。哦，上来了。哦，这是哪里？斜坡，有门呢，可以开吗？哦，不能开啦，讨厌。哦，断音。哦，跑跑跑！哎呦啊！我用传送的好了，我应该上不去了。哎，哎，我回到刚开始的地方了。哎，这边有楼梯耶，可以上去。爷爷有重生了，太好了。跳，跳不上去，哈，我摔倒了啦。爬上去，哦，楼梯好小哦，旋转楼梯耶，哎呦，好痛哦，这走太慢了。公主我来了，公主你在哪里？诶，这什么地方？哦，这个长廊好长哦。通往炸弹的地方吗？不管，我们从中间走好了。中间到哪边啊？哇，这地图好美哦，这城堡超级大的。好，我们先下去好了。我们去最上面看看公主在不在上面。
哟，这个小型马力又在上面哎，这是代表什么？时间吗？还是星空？我们再往上走好了。哇，这楼梯好大，要用爬的。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！公主，我看到公主了。公主是在这个门后面呢。公主，我在楼下。公主，啊，为什么右边有那个库巴的照片？难道他们？噔噔，出现库巴的照片了。为什么？公主呢？公主该不会在这个井里面 ？Oh my god！ 通往到哪边呢？我们来实际走访看看。哦，哦，手勾到了，再一次。哇！啊！